皮蛋，皮蛋，他是来自泰国，你国与泰国的，然后他们继续要旅行，今天要离开这儿了，拜拜。拜拜，给。拜，这里还发财。咱们菜大见。他们要今天去南塔，继续他们的音乐之旅。潘娜，拜拜，拜拜，这是我看见最漂亮的泰国美女。好的，OK，一路顺风。哦，拜拜，哦，Come on，咦，喂，好，拜拜，OK。太嘞太嘞，拜拜。太嘞，see you。OK，拜拜。咦，好吧。皮蛋和潘大的这个乐队走了，他们去南塔了。以后路上还能见着。我看那个曹操买那个可可挺好。我也去做一杯，我也去弄一杯。你们在笑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可以吃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么蘸这个？这也蘸不上，蘸不起来呀。你帮我记一下。看这儿的那个黄的是这个。白的是手，对吧？你摔吧！哎呦我的妈！这是啥呀？哎呀！你那玩呢？太酸了。这个是放哪儿？这个美女帮我调东西呢，调的叫可可。你就忽悠我，太酸了。哦，他们也不是一下全吃的，他一点一点吃的，哇咔都搁嘴，全搁嘴里了。哎呀，哈哈哈哈。所以说，赶紧来老挝旅游吧！到这块就是百万富翁，现在买东西都是最低都几万几万的。Thank you。18000。这叫可可哦，凉了。哎，终于看见2000的了，终于看见2000的了。弄了一杯可可，18000，然后他那个果太酸了，给我酸的不行了，现在这嘴里还有味儿的。他拿那个可酸可酸的果蘸的像椒盐似的东西，但是那里边我看了是砂糖，就是甜和辣的。哎，先弄一杯这个喝，还挺好喝的，挺甜的，底下是可可像巧克力似的，往上面加冰，底下热的上面凉的，成冰火了。这上面这层白的是啥奶油啊？往上，好凉，上面冰好像和奶油。我们准备出发了，离开这儿了。曹操看我吃，我告诉他酸，他也来试试。曹操，啊，什么感觉？妈，眼泪酸出来了。眼泪酸出来，是不是想谁了吧？眼睛都红了。我想我妈了。你看人家。人家吃的面不改色，你看，我以为他也面不改色的，他也酸。老娘，老娘你们咋啦？哎呀，我 Let's go！ 哎，不要你给我！哇，厉害，牛逼，一点表情都没有。这大的肚子，这厉害，刚才给我酸的，哎呀，不行了。酸。
他也算。你问问他们一个月多少钱工资？我你拿翻译人就是。我咋整啊？我就有这个东西。嗯。上顶到的。那。No. 怎么了？我就不要。No. 一个月。1,0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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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，哦，他要按计算机。真的，你还没做么？他能算八的？八的？哦，160万。啊，160万。160万。160万，那几百块钱，不是500，100万是。妈呀，那也没多少钱呢。你看这本身工资水平就怕低吗？妈呀，160万是500多块钱，600多块钱了。啊？对呀、啊，妈太低了，送烂6-7啊，送不到800块钱，哎呦，你按2500算吧，700多块钱，嗯，你跟他说，你说走上咱中国干活去吧，别的工资高。35 我问他够花吗？他说 no。 sockly 要的，这都是中国字，开机关机。他对讲机也是中国的。可以开机关机。在老挝这边啊，普通的村民，就是因为太高层次的我也没有接触过，咱就说普通人吧，村里边的人一般都很好接触。比如说你去他们家，他也会邀请你吃一些东西啊，或者是他们正在吃饭，他也会邀请你吃饭，也没有想象的大家伙说哎呀到那边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，没有那么多危险。只要你不去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只要你去尊重别人，尊重对方，互相尊重是彼此的，如果你尊重对方了，那么对方也一样尊重你。虽然说语言不通，但是比划有时候也管用。我基本都是靠比划，然后翻译软件有的时候有用，有的时候没用。老挝语怎么说呢，它算一个小的语种，然后很多时候咱们的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看不懂，他说出来那个话呀、啊、咱们有时候也看不懂。所以说我大多数我都是在比划，但是都能比划明白。我看路边有当地人采那个竹笋，我想去买点，晚上我们炒点竹笋吃。这边现在竟然把竹笋都下来了。多少钱？3公里40。你等一下，拍个视频。喜欢去包路说呢。想包路。你去正道啊！你要家干到正道，能干到呢？一个吧。一个2万呢，一个2万。这一个2万、嗯、这一对2万，这个呢你5万，太贵了。你想包你5万好吧，3包5万，想包五万。这一包呢你一包5万，太贵了，10万。这一包要5万，10万啊，包
咱们这些不够吃吗？三万行吗？我拿了一包。三万。嗯。可以了。我拿一包。一万五，行不行？行，我就把这个大的拿一包，可以了。哎，我找个袋子装上。要吧？几万？要吧？三万。三万。可以了。能买了。能买。一万。你看，这个多少钱？六万的。你够你五万了吧？你算五万了。哎呀，你算五万。那我拿着吧。那这五万都给你了呗？好吧。OK 了。OK 了。嗯，好吧。我彻底没钱了。他们当地人好会做生意啊！五万这多少钱？二十块钱，这点竹笋二十块钱。这20块钱。对呀、啊。猪笋还不得20块钱？这冬笋啊，这个好吃，哦、这个好吃，呵呵，这属于冬笋。现在我们正行走在老挝的13号公路，基本上就是在大山里边，全是在山边的路上。这是前面大车告诉后边注意不要超车，前面有车了。老挝这边的大车在前面的时候，他会给后边车发信号。所以说，当前面车有双闪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超车。这是前面大车给你的一个善意的提醒。看见了，大车给咱摆转向了，意思咱们可以超车。谢谢。大哥过来了吗？到了。在老挝开车一定要注意，前面你这跟着大货车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大货车给你发的信号。刚刚你已经非常清晰的看见大货车发的信号了，前面有车有危险，大货车就开双闪，前面可以超车了，那大货车就给你掰一个右转向，意思你可以超我了。Hello， 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老拉。今天晚上我们已经赶到了乌德姆赛，然后在这儿找了一个中国的餐馆，因为我们车停到对面了，对面那个有个废弃的加油站，把车子停到那个位置了，然后我们在这儿叫了几个菜，准备在这儿吃饭。怎么样，这几个中国菜够地道不？一秒钟都走不了。西兰花，然后韭菜炒鸡蛋，皮蛋，这边是个肚，四菜一壶茶。开饭，四个菜。你能不能等我会儿？一碗茶。你给我点面，你能不能等会儿？你坐会儿，我还没吃呢。你妈视频还没拍完，你妈刚把手机拿出来。